华灯初上第四季邀请我的话，我会考虑。好，我挑战9N88景色，就上去唱歌就可以，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稳定。如果有好消息的话，当然会跟大家分享。Is yet to come。直翻的话就是说后面还会再有更好的，但更口语一点就是厉害的还在后面，就是激励自己。现在大家听英文专辑，对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新的一年还会有新的作品，然后也希望有新的演出可以带给大家。是，英文专辑本来年中的时候就要发行，很早就做完了。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下一张，原本也是想说年底左右，正在动工当中。对，这样也蛮好，我多一些时间可以好好的做中文专辑。非常希望可以唱进去，因为场地嘛，而且因为去年的疫情，很多人都延期，那我们也是都努力当中，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稳定。如果有好消息的话，当然会跟大家分享。我记得大家都很紧张，都说你不会自己发什么社群媒体哦，会跟我们讲哦。虽然没有很想要跟大家讲，但考虑想要往上提升，但是我好累，很敬佩所有的演员啦。考虑的话就看片酬，就是看过了30岁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考量自己的生计。演戏跟参加全明星运动会一定要20岁。哇，我要演戏，没有啦，全明星运动会是有邀请我，你还是全明星运动会帮我申请小巨蛋，申请到了我们就去，不是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华灯初上第四季邀请我的话，我会考虑。好，人家有要吗？我挑战九 N88 景色，就上去唱歌就可以。